这里是个集市，又是很多天平式的这种小天棚啊。但是集市啊，没啥东西，我觉得。这边的商业和艺术都不发达。你像在巴黎的话呢，随处可见一些艺术品或者收藏品，这边的话呢，几乎是没有的，都是一些小工艺品。但是这个集市啊，倒是挺长的啊，都是小工艺品，说白了。我觉得这些工艺品当中啊，很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 made in China。哎呀，我的左手边就是这个黑海，这个海水反射力量光太强了，看不太清啊。黑海，一望无垠呐。那边是不是伊朗啊？